普拉达今日宣布，知名导演、演员贾玲出任品牌代言人。作为家喻户晓的女性，她曾多次在央视春晚亮相，带给我们多个精彩的瞬间。转型导演之后，她的两部作品拓宽女性导演之路，并且打破多种记录。贾玲瘦了，穿什么衣服都好看。她穿了一条黑色长裙，搭配黑色高跟鞋。她叉着腰，手上挎着 Prada 包。她这一身优雅知性，一身的贵气。瘦了的贾玲穿衣风格也更多变。她穿了黑色皮夹克，搭配藏蓝色牛仔裤，内搭了白色背心。这套造型更帅气随性。贾玲还能这样盘腿坐着，以前胖的她可不能这样坐着。贾玲的酒窝还在，可是她就是和以前很不一样了。这次代言了 Prada， 走上了一条华丽的路。现在的笑容都不那么真诚了，她走路也变得优雅得体，她的改变是脱胎换骨的，连说话声音也变得轻柔纤细了。以前那个说话大声、肆意大笑的贾玲不见了。贾玲瘦了，确实变得更好了。她更爱自己，她只做自己，她笑起来更自信，她也能穿上 Prada 了。毕竟现形象不一样了，那个幽默搞笑的贾玲只能看以前的节目了。